2021中天乘风破浪，网络热搜台湾年度30件热门新闻事件中，中天拿下23个事件，在 YouTube 观看次数第一名。年度三大罢免案：岛屿天光罢免王浩宇、罢免黄杰，三 Q 罢免陈柏惟。中天新闻 YouTube 频道观看次数第一名。公投议题：年初莱猪进口、早教事件、513大停电、能源议题及年底四大公投话题。中天新闻、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观看次数拿下所有新闻类频道第一名。重大国际事件：三月美中对谈、新疆棉事件、拜习会、全球大视野 YouTube 频道夺得观看次数第一名。横甩 VBS 文茜的世界周报 Focus 全球新闻及寰宇全世界的国际新闻节目。转型到网络后的中天，仍专注做好新闻内容，获得广大网友肯定。有中天，有真相，重大事件看中天。